怕呢，我就不用那么辛苦，可以偷懒一下。主要你觉得运动很累吗？也不是，其实我很喜欢。可是运动你都一次运动多久？像你早上这样运动多久？一个小时吧。哦，一个小时，就一天一个小时吗？对，差不多。然后可以再拉个筋啊，或什么东西。可以买菜对不对？对，面包应该不用。对啊，然后可能裤子还放不下，现在。哦，对啊，试吃。它如果等下有摆出来的时候，你有兴趣，你通通都可以拿。Mashed potato， 这里有试吃。What's this？